众，午安。午安。我是那个改过自新的学生，也是一个舞蹈工作者哈，俊德。我是桃李满天下的桃老师，他不准叫我碧桃。好累啊！为什么我要用一个这么没有自信、这么糟糕的方式跟大家说午安呢？因为我相信在座70%，你知道我们上个月去嘉义草草戏剧节，我们想80%啊，毕竟这是台北，我们比较不敢狂言一点，所以我们想70%的观众都觉得舞蹈很难懂，对吧？没错吧。不然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现场的民调，请问你买过一张剧场的票，进过剧场看舞蹈演出的，帮我举个手。举手，爱要诚实哦。OK， 台北。OK， 那夸张，大家都看过，那看我练习再讲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是不是省油的灯，我们马上要带来我们的看舞考试，来考卷发上去，考卷，好，谢谢。当然不可能啦、啊，面对你们台北的方，面对你们台北的观众，我们当然有应对台北那一套的方式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拍个照。拍个手也可以，没错，没错，你们这些被台北表演养坏或养胃口养大的观众，我们当然要带来一个国家级的造型。我们今天以国家剧院等级规格的妆容造型，没错，不像我们去嘉义，我们即使没有化成这样，他们还是很喜欢的 performance。在台北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一定要化成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尤其是你看我这个眼影，完全是照顾到四楼的观众朋友。四楼观众朋友在哪里？嗨，你们这边是一楼贵宾席呀，贵宾席，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自己就是一楼第七排，对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们非常用心，我们礼拜五的造型，大家有看礼拜五那场，帮我举个手，举个手，非常造型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两厅院在演十殿，我们也很像在十殿，两场都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等一下。先不要担心舞蹈看不看得懂，对，因为我们在家有人说我们像达康，我们像小弟弟说的哦。然后我就好了，也一点点开心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比较希望我个人是比较希望我成为戏剧界的好小白了啦。礼拜五东艺有来哦。对啊，我就想成为舞蹈界的混蛋声响。我有看到武康哦。武康在哪里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看舞练习。刘玉俊明德平德汉武比记，OK， 各位观众，这里是书店，我们稍微找一个文青的风格，大家把你的目光聚焦到这位女舞者的眉头上。为什么我说眉头呢？这不就是大家现代舞最常看到的表情吗？好的，你们看得懂这位现在跳什么吗？一个风格 IDK 啊、哦，你们英文不太好是吧？ I don't know。 两位舞者对视的时候，我们越靠越近，但宇宙却越来越远，这是映衬。你以为一段双人舞即将要发生，可是男舞者他突然忘记自己的动作，于是在我的脑海中马上闪过关于消失的几个记忆，我跑进侧幕里，努力 solo。可是我还是非常想跳，所以我在旁边。自由步，没错，这就是舞蹈界的顶尖巨作。接下来马上看到，其实我看到是一个最值得奖的那个作品《笑女须知》。看完那么多，大
师的名作了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台湾学院派舞蹈到底在教什么。没错，马上进入我们的学院派舞蹈系列。哎，走，学院派跑。学院派 ，and 落地。学院派落地。再是学院派，卡农。怎么自己像陀螺沙舞团 ？OK， 他是说尔雅舞团。当然也可以。God Melody， 相信你们英文够好吧？神韵。当然啦，在舞蹈课里最基本的是芭蕾课。没错。如果在芭蕾课上展示你非常认真的表情，第一刚才那个眉头就已经要皱出来，还有手指。老师会觉得，哇，这学生超认真。但是靠北下一个动作是，没关系，可以用瞄的，反正那么慢。OK， 但是你知道，在芭蕾课里面，小老师解释希望自己很像发文很好，怎么样展示自己发文很好？我教你们把所有芭蕾术语串起来念，你的发文感觉就超厉害。Yeah. 马上来示范 ，Glissa 三倍光之体动作 ，Voice a bit。OK， 非常好。如果你学了这招，以后上芭蕾课再也不无聊。你跟你的同学就是平常下课就是这样，给一套术语 ，and release contraction， 没错，这就是所谓的没错马派当代马派技巧。当然啦，学校很爱教，不只有马派，还有河派。派派技巧。是我脱掉了鞋子，脱掉鞋子，你们现在才真正看到现代。没错。OK， 他穿的这个类似 Uniqlo 的长袜是舞蹈系最爱穿的长袜。如果我脱掉了一只袜子，又再脱掉了一只袜子，说我是谁？邓肯。非常好，我们大家等他。再来是很行为的表演，最近比较流行这个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样我们才会被说台北那一套啊。讲那么多都忘记自己要写笔记。没关系，因为他对于他的舞蹈没有什么印象，所以就是印象派舞蹈。 OK， 我是印象派舞蹈，但我也可以是抽象派舞蹈。你可以是野兽派舞蹈。好的，看到这个灯光，仿佛看到舞者的希望，就是现在我最爱用的。朝着灯光走。舞者的饭吃。有一点点肚子痛的感觉。人家会觉得这个人的 contraction 非常棒。我觉得我吃很饱，老师会跟我们说要找饭吃。各位观众，刚才看完了看舞练习，我们现在邀请大家打开你的手机，打开你的 Instagram 或者是拍照功能。我们三、二、一，参与舞蹈室，赶快拍我们！等一下会立马把 IG 写在这里，大家请 hashtag 我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马上发文给你们30秒的时间，我写 IG。我也是。你要标记我正在看舞。别人的，你的朋友的那个礼拜日在干嘛？逛街。嗯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看舞蹈。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？有没有高级？超级不一样。别人说，哎，你在看舞蹈。嗯，我在逛街。真的很糟糕我。
赶快跟他叫，我叫你们来看舞练习。既然你看舞练习了，我们就也参与舞蹈室了，我们就直接踏入舞蹈室。蹈室我们现在是一个舞蹈室的状态，也是跨界表演的状态，甚至还可以跨界合作起来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不在意，我们不要在意观众。对。我们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国家剧院等级的表演，而且非常亲民。亲民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好。所以我们现在马上问观众朋友，现场有三个观众朋友可以回答到我们的 Q&A 时间。Yeah, Q&A。我们 Q&A 的题目是如何让我们更帮助你看得懂现代舞。OK。我们现在来问观众朋友。好，那我来问问这位先生。OK， 不要理他了，他没在听题目，真糟糕。OK， 台北的观众真的不要那么客气，加油，加油，都给你们棒。来这边，来你。可以再多跳一点。多跳一点，你来跳啊。这位先生，正头舞呢？正头舞，正头舞 ，OK， 不会，没关系。台北的答案都非常的高级，对了，那我们就带来一个比较通俗一点的答案，好。老师音乐，谢谢。我刚才说这里是哪里？国家级的舞台，没错。我们马上带来一段国家级最爱做的表演，团体最爱做的事情啊，合照。所以，麻烦你，摄影师，摄影师。那我们边往中间靠近啊，从旁边都往中间靠近，要拍照。来，一起进来。